各位亲爱的市民朋友们，新年快乐！今年2020年庚子鼠年，新北市政府印制的春联分送给各家户。那今年的春联呢是家金鼠喜，台语讲呢就是家金鼠喜，家嘛金鼠喜，处金鼠喜，给金鼠喜，就是要让大家家家户户不分男女老少，每个人呢都能够安居乐业的过好日子。那这个家金鼠喜的这个春联上面呢，还有五个元宝，代表着大家，祝福大家五福临门，五路财神通大家，大家都能够赚大钱发大财。